这是位于波士顿北部马尔登市52烤肉店的厨房，厨师们在为下午5点开门营业做准备。专门负责烤串的美国大厨乔纳森·奈特正在做烤鱼，他因为爱吃中国式的烤羊肉串，所以才申请到这里工作。 如果你对烤肉没有激情，那么它们的味道也会大打折扣。52烤肉的合伙人刘晓曾是波士顿巴布森学院的留学生，并获得了该校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。读书期间，因为在波士顿吃不到正宗的烤羊肉串，刘晓萌生了自己创业卖烤串的想法。于是，他找到好友作为合伙人，投资了10万美元，用半年时间筹备了52烤肉的餐车。刘晓介绍说。 刚开始卖烤串时，自己是唯一的全职员工。最开始我是自己烤，自己开车，开餐车，然后什么都是自己做嘛。然后员工发工资啊，什么买就是进货呀、啊，自己穿都是自己穿。最开始就是一系列全是自己做。然而，餐车出车的第一天便遇到了困难。刘晓依然记得自己那天的心情。卡车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出现毛病了，然后我们就还先去修。 修好了，已经5点多了，快6点了。那天我们还在 Facebook 上宣传了很多，就叫了很多的朋友过去。开到那儿了以后说，咱们应该就开张了吧，就开始了。然后我们把车一停，把炉子打开啊什么的，然后就有一些朋友就来了，然后我们就开始给他们烤，烤了大概200多串羊肉串，烤到了9点嘛，就3、4个小时的样子，就给我们俩累的都不行了。但是我们还挺高兴，就觉得哎，200多串也不错了。 1块5一串，我们那时候3、400块钱，我们就哎觉得如果要就能持续下去，这个1个月我们都肯定不会赔钱。刘晓介绍说，波士顿政府将指定的餐车运营区设置在市中心治安较差的区域，试图以此改善周围的环境。52烤串的餐车就在中国城附近，那是个有名的毒贩聚集地，自己也遭遇过被打劫的经历。 我们在那个餐车那个窗口那块有一个放小费的一个桶，然后呢，我们在那卖着卖着，一个人就从那个我们的餐车前面过去，就顺手把桶拿了，拿着就跑。那时候我们俩人就下去了，就看他一直跑得挺远的了。后来那哥们就说那个说走追他去，他就叭就跑过去以后，我们俩就把他一下就摁到一个车上，摁在一个车上，然后没有打，然后呢刚打2下，然后正好旁边有警察。 警察就过来了，然后就把他给铐起来了。通过社交媒体，刘晓的烤串餐车很快在波士顿的华人圈出名。同时，刘晓也会在脸书、推特、微博、微信公众平台上更新餐车的出车信息。刘晓说，现在几个社交媒体平台加起来已经有7000多粉丝了。餐车运营了半年以后，刘晓的52烤肉就开了餐馆，但开餐馆比餐车更加复杂。刚开业时，刘晓又遇到了没有想到的情况。 有很多朋友，也有很多我们以前的客户，大家都来了。那个时候我们整个饭馆都坐满了，然然后厨房根本就做不出东西来。那个时候特别乱，有的客人可能坐了1、2个小时，桌子上什么东西都没有。然后我们就觉得，哎呀，怎么办呀？这个事儿，就每天关门了以后，我们就讨论，就吵。有一次我跟我的那合作伙伴2个人打起来了，就动手了都。然后。 其他的员工就劝，然后劝我们就大家都很急，都想解决问题。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不知道第二天就不想开门了都，就无法面对这个现实。然后就每天晚上12点关门，我们就讨论一通宵，在厨房里边摆东西，这个东西应该摆在这儿可能更合理，那个东西应该摆在那儿更合理，然后就坐在这儿就画这个，就写流程什么的，就每天。 都研究，大概有2个星期的时间，就几乎每天都是通宵，每天都是这个过程。如今，52烤肉餐馆的运营已经步入正轨，而且很快将在波士顿西边的布鲁克林市开第2家餐馆分店。大概每天我们的销售额差不多4000左右吧，4000左右，就是对于这个规模的餐馆来说就不错了已经。然后。 雇员的话，我们现在有大概25到30个人吧，就是兼职、全职都算上了。店里的一位美国雇员还向记者展示了他在店内墙上写的汉字，以及他的52烤串涂鸦。刘晓说，攻读 MBA 学位为自己的创业之路打下了基础。我会进行一些，比如说市场分析啊，做一些市场调查呀这些，然后最有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想法吧。我可能就是说现在打算再做餐车，但是我已经想到可能我餐车以后我要怎么去发展。刘晓在念 MBA 之前，曾经从事过5年的金融行业的工作，但创业一直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。他说，尽管妻子不情愿自己创业，但仍然很理解和支持。他希望我有以前那种比较稳定的朝九晚五那种工作，他不希望我自己去到外面去闯，就是陪他的时间也很少，然后作息又不规律。但是呢，他也知道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人，就喜欢就是来回折腾的那种人，所以他还是也比较支持，觉得至少适合我，而且他也相信我。最近，刘晓也面临了新的挑战，波士顿的很多中餐馆也纷纷效仿卖起了烤串儿。不过，刘晓并不担心竞争，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。最近在奥斯那边开了一家新的餐馆，就是基本上它的菜单跟我们连顺序都差不多，连菜品就是穿的形状、大小都一样，所以就是说，也是对，其实从侧面来讲是对我们的一种肯定，就是有人觉得我们成功了，他愿意去复制我们的模式去自己去做，所以我觉得还算比较成功吧。记者观察到，在无二烤串吃饭的顾客几乎全是中国人。刘晓解释说，自己并没有本土化，去迎合本地美国顾客的口味的打算。相反，自己就是要坚持做独一无二的家乡味的烤串。